看不出来耶，哎、欸，你叫得出来吗？有，还是看得到。现在我的正前方也是富士山以及甲府盆地，那这个角度可以看全景，很漂亮。然后后方有这个桃树，有桃花正开盛开。然后这边还有花卉，有郁金香。好漂亮的花卉。这就是迪翠川水果公园，针对日本人比较常来的地方，这个台湾人很少人知道。那这边同时也是恋人的圣地，日本新三大夜景之一的地方。这就是整个公园，它上面有一间饭店，就叫迪翠川水果饭店。那我等一下会上去看。